好吃呢，你看看这鸡米花，鸡米花上面有美乃滋，然后又有这个饭。哎，我们台湾肯德基怎么没有这样子做？这样子吃真的超好吃。那这样子一个套餐多少钱呢？大概台币75。哎，好吃哎，一碗配一杯饮料，真的比台湾小打很多鸡腿便当。这大概是我们第一次吃肯德基有在卖饭。嗯，没错。全世界只有菲律宾有这样子，而且不输澳洲的。真的。好吃，赞。价都乱喊，就可能200块的路程，他给你喊400，骗你观光客好骗。然后这种它有分两种计程车，我们坐的是比较便宜，就是要40块。还有另外一种比较贵，但还没坐到的，可能比较高级。没错。在这边过安检要脱鞋子，不能啊，就是关掉吧。好了，我们看到菲律宾特殊文化了，过安检要脱鞋子，脱鞋子，万一有人穿拖鞋，脚臭不就很尴尬吗？我们上次已经脱过一次鞋，结果叶佑廷的脚超臭。伸过去还他，不要动。这边的人在遛鸟。哇！